MV 影片中，五名女大生脱掉上衣、裤子，背面全裸跑进电梯。男大生也不遑多让，四个人一丝不挂，只用手挡住重要部位，还跑上学校的顶楼裸奔，露毛演出。这是由朝阳科技大学的应届毕业生，为了纪念毕业留下特别回忆，自创歌曲拍成 MV， 但是尺度太大，破网之后引起正反两面评价。有一点太露骨的话，可能不是太接受，可能不太妥吧，因为它放在公开的平台上。我觉得他们不应该用学校的名义去做这件事。影片是由保险金融系、财经系等四个科系十几位学生制作而成，引起争议之后，学生也被校方约谈。那后来看到这画面还蛮多的，当然是有一些这个惊讶了。那市长其实有些也是反对，有些也是同意的，但是最后还是尊重学生的意愿呐。五分钟的 MV 唱出大学生涯的趣事，但是学生全裸镜头不少，虽然没有涉及公然猥亵罪，但是以学校名义PO出影片，引发热烈讨论，学生也迅速将影片给下架。记者林秀莲 ，BSG 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